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结束长达一年多的空窗期，在9月发行新专辑大势回归，10月就开始展开巡回演唱会 BLACKPINK。BLACKPINK 的第二次世界巡回10月15日已经在首尔拉开序幕，场次一路安排到2023年6月，而最让粉丝惊喜的绝对是女孩们要再次访台，确定于2023年3月18日在高雄举办世界巡回台湾站。消息曝光后，众多粉丝已经迫不及待敲碗售票资讯。主办单位 Live Nation Taiwan 28日终于释出消息，门票将在11月10日在拓元售票系统开卖。抢票活动还分成四个阶段，分别是官方 Blink 小鸟预购、官方 Blink 预购，接着才是理想国会员预购，最后则是在售票系统上开卖。不过至于票价和其他资讯，主办单位卖关子表示将在近期公布。BLACKPINK 近日在首尔演唱会上不仅连续唱跳经典歌曲， Jennie 更无预警发表全新 solo 歌曲，其他成员也都带来精彩的个人舞台，让粉丝们更期待明年3月的台湾站，女孩们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？